信为造人功德母，信心就是菩提心，也是大悲心。勤虚长老开示，信是修持佛教的根本，需要一念静心。众生的心是苦的，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解除，能够超度，那佛理经他讲的道理以外的，其他的都是什么呢？叫做熏习善根。所以佛教信仰呢，有两个，几个提出，一个信，一个觉，一个行，修行的行，修了，修就修了，一开整个经，信觉修经。你没有真诚的信仰，你不会接受啊。对，哇，佛陀这么伟大，你不信啊。我再来讲点道理怎么好啊？你不信呢、你怎么去过问呢、怎么 去了解佛陀？不信。所以我们经典里面讲呢，学佛法，众生学佛第一个就是信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道源就是修行之道，从开始到彻底都不能信，不是离开信。信一个最初的是阳信，后来慢慢呢、修就了有叫清净的信仰，叫正信。《华严经》的经典名句：“信为道源功德母，张扬一切诸善流，断除一纲出爱流，开示涅槃无上道。”信心就是菩提心，亦是大悲心，是佛道之源，功德之母，能够滋生长养一切的善法，断除疑惑，逆生十流，才能开显七入涅槃的不二法门。十方新闻黄慧如简玉林基隆采访报道。